蔡卓妍呢個名咧，本身嚟講咧就配合上咧25咧呢一個咧人格咧係相當好嘅。嗱，呢一個咧係即係德高望重嘅格局嚟嘅，25歲，咁咧亦係代表咧演藝事業上邊啊，亦係觀眾緣啊，各方面啊人緣都係會比較好嘅，啊好討好。咁而佢總格咧34歲咧，呢個屬於火嘅數咧，本身嚟講亦係代表容易出名啊咁樣。嗱，但係因為34歲咧就係代表咗童年運啊或者父母運咧係比較係唔好。嚇會係代表咧，亦係出身破碎家庭啊，會有啲咩問題？咁我哋睇翻啦，嗱，陳偉霆咧本身佢呢個名咧，佢個配合咧上邊咧都唔差嘅嚇，因為27歲啊，呢個主要嘅人格27歲，27歲咧亦係一個吉利嘅數嚟嘅嚇，亦係代表事業上面容易成功嘅嚇。而在外咧，嗱，你要留意呢個外格本身嚟講咧，亦係土去生佢，土去生金。而這個呢是代表是陰的土，而這個27呢也是代表是剛的金，所以說陰陽匹配，所以說在外發展會比較有利一點，所以說呢也是可以解釋到它就是紅遍大陸神州這樣的情況的。但你要注意了，而42歲呢雖然是適合做一些藝術家或者做藝人，但是呢做生意呢就容易出問題的，做生意容易呢就是說會遇到小人啊，或者破敗咁嘅情況喎，所以都係做翻個藝人咧會比較好啲啦。